第七题，一摩氢气和一摩氧气哪一个分子数较多？题目已经告诉我，我们的是氢气，也是氢分子，它有一摩；我们的氧气也是氧分子一摩，那两个都是一摩，所以当然分子数是一样多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哪一个分子数较多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一样多。